东莞扫黄妓女赤脚游街。相中的卖淫少女今个月初在东莞青溪镇和嫖客性交易嗰阵被捕，警方事后要他们赤脚游街示众。当局禁高调扫黄是为了迎亚运。其实今次已经不是公安第一次捉疑犯游街，2006年深圳警方亦都试过公审89个妓女和嫖客，包括11个香港人，引起好大回响。有人认为公安侵犯人权，但当局就说是要杀一儆百。